您好，季宇轩兼准备啊，这是隔壁是马场。你们在看另外一个人会不会讲？如果是他，如果是那就有，因为他要穿好衣。好像有一季的，一段季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果然真的是他，应该是他。你要跟他讲，真的是。拿钱吗？没有，真的是他。他刚刚又拿起来，他会害死你。要叫那个裁判讲。拿起来对着他，今天扣五点，当然扣八点，回去扣13点。